我是小芒年货节种花伙伴，素士让吹发如做头皮按摩。我是小芒年货节种花伙伴，全棉时代舒服自在，全棉时代。我是小芒年货节种花伙伴，名创优品点亮全球99国美好生活。我是小芒年货节种花伙伴，林清轩，东方山茶花，修护新传奇。我是小芒年货节种花伙伴，金牛座的秘密，美味牛肉，发现不同可能。我是小芒年货节种花伙伴，虎头菊，中式点心年轻范儿，长沙虎头菊真香。我是小芒年货节种花伙伴，旺旺集团，伏虎添旺，旺上加旺。欢迎进入小芒 APP 小芒年货节，我是小芒年货节特别献映小芒 APP 新潮年货，人人领，千元福利送不停。新潮年货人人领，千元福利送不停。小芒 APP 提醒您，下节出场的种花嘉宾有齐思君、李莎明子、高汉宇、白举纲、马轩、崔磊、冯曦、蔡徐坤、毛不易、大张伟、汪苏泷、芙蓉飞、陈佑维、夏之光、王晨毅、鞠婧祎、陈立农、Twins 蔡卓妍、Twins 钟欣桐、胡海泉、赵文卓、KL 刘聪、李荣浩、沈梦辰、王菲菲、李斯丹妮、言承旭、布瑞吉、张静、蔡少芬、张韶涵、张琪、李宇春。小芒年货节特别献映小芒 APP 新潮年货，人人领，千元福利送不停。小芒年货节种花伙伴，旺旺集团，伏虎添旺，旺上加旺。小芒年货节种花伙伴，虎头菊，中式点心年轻范儿，长沙虎头菊真香。小芒 APP 小芒年货节，下节更精彩。小芒年货节好物清单有梦洁精选原料与设计，获得729项专利。小芒年货节好物清单有老金魔方黑芝麻丸，就选老金魔方。小芒年货节好物清单有谷雨，遵循自然规律，回归护肤本质。小芒 APP 小芒年货节，现在继续。芒果种花户都是我 homie， 芒果组局户是个大家庭，芒果腊八户为你谋福利，芒果年货户哥们照顾你，新潮年货丰盛富足，年味十足。是可甜可盐姐妹花，组局一起过腊八，过年了，给大家送一朵又美又大的花。愿友情常在，青春不老。虎虎生威局，我们是虎虎生威兄弟团，初生牛犊不怕虎，
过年了，给大家种上一朵福气满满的花，愿兄弟相伴龙腾虎跃。甜蜜心动局，好久不见，想我了吗？过年了，为大家种一朵向阳而生、初心又甜蜜的花。愿天下有心人都能够终成眷属。阖家欢乐局，亲爸爸妈，今年要不要一起过年呢？一家人最紧要齐齐整整。过年了，给大家种一朵美满团圆的花，愿家和万事兴。大家一起敬青春，敬兄弟，敬自己，敬音乐，敬热爱，愿不辜负世间所有美好。种花青年局，愿每个平凡的我们都能实现心中梦想。年少而有为，种花者生生不息。隐形的翅膀，种花者漫步宇宙。今晚和种花者一起点亮年的焰火，迎接心中的花。之花，贺生龙活虎之年。今天呢是腊八节，过了腊八就是年，我们提早给大家拜年啦。今天我们给大家送年货啦，祝大家年年都有新收获。谢谢谢谢我们所有的芒果家人们带给各位别出心裁的种花拜年，谢谢各位。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新潮年货人人领，千元福利送不停，欢迎大家来到由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双平台同步直播的小芒年货节的现场晚会，由小芒 APP 特别献映，我是主持人小齐齐思君，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莎明子。今天呢，我们将在这里一起度过一个热闹的组局种花夜。是的，大家好，祝屏幕前的各位腊八安康。今天我是你们的种花福利官马轩。大家好，腊八佳节一起来种花好货。大家好，我是种花福利官冯喜。大家好，给您拜个早年，我是种花福利官崔磊。今晚就由我们一起为大家发年货福利啦。在2021年，我们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100年历久弥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伟大的业绩源于各行各业人民的不懈奋斗，更源于我们所有中国人对于中国文化、中国制造的自信。我们一定会让所有人看到中华民族在时代新征程上的恢宏气象。新时代热爱中国文化、喜爱并且支持国货的青年们，
在小芒上相识相聚，成为种花青年。而各位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谢谢各位的到来，谢谢大家，欢迎大家。那同时呢，根据我们湖南长沙的防疫要求，我们采取了严格的防疫措施。今天到场的所有的演职人员和我们的现场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人人都持有有效的核酸检测证明。在这里呢，也要感谢各位为防疫做出的努力，谢谢大家。是的，谢谢大家。从今天腊八节开始，大扫除、穿红衣、买年货，咱中国人的年就这样热热闹闹的开始了。往年腊八喝粥，今年腊八加购。是啊，对于中国千千万万个大小家庭而言，买年货这件事情不单单是为了加购商品，更多的是咱们过年期间很重要的仪式感。所以我们今天小芒 APP 为大家种花新潮年货了，种花青年自有新潮选择，咱们选的年货有传承，更有新鲜的年味儿。没错，在这年关第一天啊，小芒年货节开张了。从今天起一直到1月15号，上小芒 APP 会上新各种新潮年货。是的，那为了让大家买个痛快呢，我这儿还有一个温馨提示，大家呢要记住两个动作。第一个，下载我们的小芒 APP， 第二个呢是进站以后一定要先领千元券，券后安心购，好价不怕比，可以说就是买的越多越划算。是的，除此之外，今晚上小芒 APP 每小时都能够遇见一场红包雨，动动手指头每个人都能够有奖，50红光华为手机、芒果 TV 会员卡，各种好礼等着你。没错，今晚呢我们还会在现场随机抽取种花小福星，送出1万元大礼。当然了，没有在现场的观众朋友呢也不用担心，现在上小芒 APP 抽取属于你的号码牌，就有机会跟现场的观众领得一样的奖品哦。所以屏幕前的你还在等什么呢？上小芒买年货，领千元省千元，快来下载吧。小芒给大家送的福利超级丰富，而我们芒果家人们组的局更是相当精彩，虎年开好局。而今天为大家开局的就是一位属虎的嘉宾，让我们有请蔡寻波。把那些假意都咽进了肚子，小风却偏来模仿着 lose。
提前回家过个早年了，欢迎欢迎欢迎坤来到我们小芒年货节的现场，这样先给我们的所有种花青年们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蔡徐坤，非常开心回到湖南。有什么祝福要送给大家？新的一年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健健康康的，对，最重要。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收获满满。那这一年有什么收获可以分享给大家吗？2021年有了更多的沉淀吧，那也希望2022年能够带给大家更多好的音乐作品。看到坤在过去一年当中自己有收获，我们特别的开心。其实我们每一位种花青年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或许买房了、加薪了、升职了、生娃了，这些大大小小的收获我们都非常非常的开心。哪怕你为爸爸妈妈学会做一道新菜，只要你付出了，你努力了，这也是属于你自己的2021的年货。你看到我奖状了吗？有我有你没有哦。我今年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得奖状了。我今年交到第一个朋友了，我好开心哦。哇，好乖，我天哪！嫁给我吧。那我们今年最大的收获就是执政上岗啦。虽然每天照顾这四个小家伙很辛苦，但是看着他们健健康康长大，就是我们今年最大的年货。通过自己的努力，买到了人生中第一套房，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终于可以给我的爸妈包上大红包啦！坐在我的帐篷车上看大海，太美了，朋友们，真的太美了！走了，耶！哇，太好！一十九啊，越狱34，九哥坏了，我的240。我看到他们越来越团结，为班集体去努力拼搏奋斗的样子，这是我今年最大的收获。这个睡莲是今年最大的收获，叫做咏叹调。能够继续袁爷爷的梦想，看着盐碱地再创丰收，就是我今年最大的收获。在前线能够成为大家最有力的依靠，是我最大的收获。今年通过手术，我大约治愈了500位患者，他们在治愈之后露出来的微笑，就是我最大的收获。我今年最宝贝的收获，女生也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汽修师傅。只用学到的知识拯救了一条生命，获得人生当中第一个锦旗。我今年最大的收获是论文终于发表成功了，终于夺冠了。
当时马龙赢了。这一刻我等了21年，人一定要有梦想，我实现了。别火！当我们抬起头，漫天繁星中有了一颗名为天河的最亮的星。哇，这外面太漂亮了！我已出舱，感觉良好。毛不易听这首歌真的很感慨，因为呢正是很多个平凡的一天组成了现在我们不凡的幸福生活。是的，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属于您的幸福。现在呢，我们的芒果 TV 正在联合微博独家发起了种花家的2021年货征集活动，来收集您在2021年的收获。我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分享了，在这里呢希望所有人都收获满满，满载而归。而今晚小芒就想让大家满载而归，因为今天晚上的每个小时，只要你上小芒 APP， 都会遇到一场红包雨，只需要手指头动一动，点一点，就有好货爆款的五折券，还有人人可得的年货好礼，五菱宏光华为手机、华为平板电脑、芒果 TV 会员卡。快上小芒，把新潮好物带回家。是的，那今天晚上呢，去到我们小芒年货节晚会的直播间，每个整点我们都会对下单用户进行抽奖，送上888元的红包大礼给您。在这一次的小芒年货节，我们将会有3轮种花时刻和一个特别种花款。每一次的种花时刻，小芒都会根据当下年轻人的需求，为大家推荐高质量的新潮年货。第一轮种花时刻推荐的两款年货呢，将会告诉你在除夕夜如何成为朋友圈的秀儿。小喜啊，看完刚刚的表演，现在你知道如何成为新年朋友圈中的秀儿了吗？要想成为朋友圈里的秀儿，那当然是要多备一些又好吃又好看的新潮年货啦。没错，要想秀，颜值得先够。那就要说到来自长沙的虎头局扎达秉豪，那可是当仁不让。刚刚大家已经看到了，有一个大潮河，
那是什么呀？那是我们虎头局和我们的青年艺术家文娜的联名款，里面呢有很多的定制潮服，还有爆款点心，真的可以说是又潮又好吃。是的，虎头局呢其实是我们点心界的爆款制造机。你看啊，今天呢我们带到了现场一款虎头局的虎爪曲奇。哇，看这个形状是虎爪的样子，真的这款曲奇经常卖断货，你快尝一尝，真的太诱人，我们尝怎么样？什么味道？每一口都是满满的幸福感，真的可以说是甜而不腻，而且真的是又香又酥的这样一个口感。是的，其实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咱们这每一盒虎爪曲奇都是发酵黄油手工制作而成的。朋友们不要犹豫了，赶紧上小芒去购买虎爪曲奇吧，我们第二件就有半价，两盒加起来才不到60块，太划算了。好划算哦，天哪，赶紧下单。是的，赶紧下单，你就是朋友圈中的秀儿。没错，不愧是我们国潮中式点心的骄傲了。那今天晚上呢，小芒还为大家带来了一款集颜值和美味于一体的秀儿。哦，什么呢？就是我们金牛座的秘密的雪花和牛腱。来，我们先请我们的镜头尝一尝牛肉啊，是不是看上去就特别的筋道厚实。是，我忍不住了，先替屏幕前的各位大饱口福了。行，其实刚刚啊我们崔磊在说的时候，我就闻到了这个肉香，真的非常的浓郁。金牛座的秘密啊，这个牌子我知道，它一直就是做这个牛肉零食，真材实料，而且都是大片原切，据说啊是要卤12个小时，然后把肉都卤透了之后再低温慢烤收汁儿。你说这能不好吃吗？蕾蕾好吃吗？妈，太好吃了，太好吃了，是吧？听你们俩这么一说，我都馋了。如果你也馋了的话，就现在赶紧上小芒 APP。刚刚说到的雪花和牛腱，原价148元，现在只要48元，直降100元，超级划算，在家就能坐享米其林美味，还在等什么呢？赶紧上小芒抢购吧！是的，我们的活动一直会持续到15号。还有今天晚上最重要的一件事不能忘是什么？上小芒领红包。没错，今晚每个小时呢都能遇见一场红包雨，动动手指点一点，每个人都有奖，不仅有我们新潮年货的5折券，而且还有人人可拿的年货礼品，像五菱宏光、华为手机、华为平板电脑、芒果 TV 会员卡，通通属于你。是的，我们虎年的第一份种花已经给大家发放了，你们都收到了没有呢？新年快乐！美酒加咖啡，耶！美酒加咖啡，我只要喝一杯，想起了过去，又喝了第二杯。明知道爱情像流水，管他去爱谁，我要美酒加咖啡，一杯再一杯。就过春节了，对不对？然后呢？咱们两个歌手啊，就一定要变魔术。哎，要变个什么魔术？首先呢，各位变一个叫做近景魔术。近景魔术，考验手法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好了，那么近景魔术就要开始了啊！近景魔术，3、2、1，哈
见了没有？金靖出现了，真的是金靖吗？金靖出场光。那我要变，我要变一个大老师，我要变一个飞天术。哦，真的吗？你会吗？只要所有人跟我一起倒数三二一，我们就可以变这个魔术。那我们一起来好不好？你信不信？一起来，倒数倒数，三二一。如果你也是心儿碎，陪你喝一杯。我要美酒加咖啡。是美酒加咖啡，真的是才气天上飞呀。而美酒和才气我们都有，特别是我手里这杯张裕龙玉 M12 葡萄酒，它的来头可真的不小。它不仅是百年张裕品牌的新酒，更是现在走向世界的红酒了。葡萄酒喝龙玉，快上小芒领取千元券，咱们新年宴安排上。安排上了。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还会在现场找到我们的中华小福星来送出万元大礼，这份幸运呢还会传送到电视机前。亲爱的您，现在上我们的小芒 APP 抽取您的号码牌，也有机会获得跟我们现场幸运观众一样的大奖。那接下来为我们组局拜年的是虎虎生威的新小虎队，让我们掌声有请王晨毅、陈佑维、夏之光，有请。有请。
谢谢，谢谢陈毅，谢谢佑维，谢谢夏之光，谢谢你们，谢谢。新潮年货，人人领千元福利送不停，欢迎大家来到由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双平台同步直播的小芒年货节的现场晚会，由小芒 APP 特别献映。哇，刚刚这首歌真的是很多人的青春。嗯，说起青春呢，我觉得就是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用年少的勇气守护少年的心动。但同时在我们青春追梦的路上难免会经历一些苦涩，不过相信我，在最终等待你的一定是片幸福的花海。是的，我们为了梦想而努力的样子就是最美的姿态了。清晨了，所有的花遥远了，栖息了爱，天宇们爱却很喜欢，那时候我不懂这叫爱，你喜欢站在那窗台，你好久都没在，现场来见证幸运爆棚了。是的，今天晚上幸运可太多了，因为我们今天晚上上小芒，人人可领千元福利，人人可抢年货红包，而且还会有一位幸运大奖，就是我们的种花小福星。如何参与呢？就如大屏幕所示的，大家只需要进入到小芒当中，点击福星2022的活动，100%能拿到幸运号码，完成的任务越多，你攒的号码就越多。没错，那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呢，人手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号码牌。嗯，那
等会儿呢，我们的摄像机会在现场来拍摄到一位幸运观众，成为我们的种花小福星。那这个时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注意了，如果呢您刚刚在我们的小芒 APP 参与活动抽取的号码跟我们现场观众的号码是一样的话，就表示您中奖了。简单举个例子，等会儿我们抽到的这个幸运观众是八号，也就是说，站内所有抽到八号的朋友，你也能获得同样的奖品哦。那我要多问一句，不管线上有多少人，只要是这个幸运数字的话，他就能拿到奖？当然了，就是这么有诚意。那接下来我们先找现场的幸运观众，我们的种花小福星，好不好？好的，那现场的各位准备好你们的幸运号码，我们的摄像机随时随地要开始摇动起来，去抽取那位第一轮的种花小福星。各位做好准备了没有？三二一，开始摇起来。会是谁呢？我们的幸运观众，我们的种花小福星，来，我们摇起来，抓紧时间跟我们的摄像机打一打招呼，看看哪一位幸运的朋友是今晚的第一位。是他吗？好，好，来，做好准备，三二一，停。恭喜恭喜，这位朋友成为了我们的，就是你，在黑暗当中开心的跳动，虽然我看不清楚你的面庞，但是能感受到你的笑容。快快跨越人海来到我们的身边。是的，我们的种花小福星，快快过来，这里有好多好多的年货礼物在等着你，都好想要啊，小七。是啊，过了腊八之后，备年货这么重要的大事情，在湖南这么多好的年货大家备起来的同时，今天现场的新潮年货一定要准备到位。而且很重要的是，他现在身上不仅仅是自己的幸运，还有电视机前跟他拥有一样号码牌的人的幸运。只要在小芒站内参加了福星2022活动，那个幸运号码说不定和他的幸运号码就是一样的。这样的话，一会儿这位小福星在现场拿到怎样的大礼包，你就会获得一模一样的大礼包，想想都让我们觉得特别的心动。所以今天晚上的整个晚会的过程当中，抓紧时间登录到小芒的 APP 当中，参与到所有的活动当中，一定有太多的福利在等待着你。现在我看到我们的这位种花小福星，以这个百米冲刺的速度在向我们跑来。来来，哎呦哎呦哎呦，这么开心，这么开心，开心，你好，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木子。激动吗？超激动！告诉我想要什么？什么都想要！我就知道。来来，木子，不光你一个人激动，现在电视机前的各位要跟着你一起激动了。说一说你的号码是多少？多少？公布一下。79。恭喜所有79号的幸运观众，您将获得等会儿跟我们现场的幸运观众一样的幸运大礼包，究竟会是什么呢？是的，在线上的朋友，你们组局成功了，究竟会是什么呢？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种花福利官登场。哇哦，让我们有请蔡少芬。哇，他来了，他来了，他来帮大家洋洋的来到我们身旁。好，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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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为你争取的，你放心。一来就上来说我会努力的，对，信心满满，是不是？是的，也给各位介绍一下，就在我们身旁有一个小芒年货街，摆满了各种小芒 APP 上热卖的新潮年货，小米电视、华为手机、六福、五年金条扫地机器人，都是应有尽有。但是留给你们的时间只有30秒，就30秒吗？只有30秒，求你再多5秒，可以吗？姐姐，这个事情呢，就要看你们的手速了。好好，一会儿芬姐，您要帮他拿，他自己来挑，他想要哪一个就交到您手中。哦，我帮他拿。对，你们两位30秒的时间，从我们这条街道的尽头冲到我们的舞台上，然后呢，拿到什么，就是你的。我们都送，好不好？只要拿到都送。你要快哈，我帮你拿住，你放心，不会丢的。加油了，算不算？啊，掉在地上，赶紧捡起来就算。好好好，只要捡起来就可以，只要到这儿来，什么都算，拿就行了。嗯，加油！两位做好准备，好不好？那你要把手里的这个小灯棒，我们先放到一旁啊。帮你拿一下。是的，来。手机啊，口罩啊。对对对。好，现在来到起跑线，准备好。准备。请两位前往起跑线就位。小齐，我跟你说个秘密，我们一定要努力哈、啊。刚刚你在所有的东西都放回去，你看两位姐妹，掉脸，里面好多好东西，咱们都要尽情的啦。我都看见里面全是好东西。好，准备好了吗？关键是他们会选择哪些呢？你放心，两位，来，对我在，做好准备，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三、二、一，出发。好，出发，来，快点去，你拿，你拿。
你拿，你包还有呢，来，哎，这个不要浪费，回家哟。好重啊，原来那个礼包，还有那个擦地下的，哎，我老公为什么还在呢？啊，喂，我老公不能拿，不能随便拿抱走啊！什么情况？哎，怎么抢人了？我老公，还有了，八、七、喂，六，没时间了，快点快点，还有了，被子要不要啊？帽子啊？对呀、啊，还有了，汪汪大礼包，汪不可以没有，汪还有这个，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时间到了，回来，喂，快点回去，都算，好不好？这个大礼包只要你们抱上来，就算你的。好，这个拿给我，注意安全啊！哇，真的是满载而归啊！来，我走路都走不了，捡起来，快点，我帮大家捡起来，捡起来，小琪，这还有一个，这不能拉下，哎呀，一个都不能拉，哎呀，被子啊，靖哥。老公，你没事吧？靖哥没事吧？靖哥，靖哥说我很好。靖哥说我今天是来送我的同款福利的，来，送福利了。但是其实我想问，我老公怎么可以送出去呢？这怎么办呀？怎么办？我就这样吧。护身符可以吗？这个对，我们要的是靖哥同款。这个留给我，这个给你哈。好，没问题。那接下来30秒的时间，看上去像搬家了一样，我们来数一数究竟拿了哪些好东西。第一个扫地机器人，还有我刚抢回来的音箱。好，本来很多东西的。哎呦，过年期间忘带大礼包，肯定少不了。是的，这个还扛了一个被子。嗯，来。被子，我太喜欢这个被子了。这个是我们梦洁的被子，睡上去太舒服了，高品质高质量啊。过年一定要有。还有什么？还有，我看到了电视机。很好奇他们上来拎个大盒子，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还有，我知道里面有。我也看一看，给大家打开看一眼。两个都是。还两个。两盒啊！哇，双重幸运。你们刚刚没有搬救兵吧？为什么拿了这么多？来，给大家看一看里面都有什么东西。哇！好，有我们的华为手机。好，还有我们的硬趣，宝藏品牌硬趣的电动牙刷，他家非常不得了，他家的剃须刀还拿过世界设计的这个红点奖，非常棒。厉害。然后还有这个是。梦洁的嘟嘟枕，好棒，好舒服。还有好多好多的礼物，我们等会儿慢慢看。好，好，还有电视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不能落下。别看我一只手拿出来，但是这是一个电视机。是啊，其实他可以拿的更多，但是他看见我老公就懵了，我觉得。就没想到出其不意有这么一招，但是呢，刚刚拿到的这些，恭喜你。全部属于你的种花大礼包送给你，同时还有什么？所有79号的现场以外的幸运观众也可以拿到一模一样的大奖，都是你们的。没错，在线上只要你抽到79号，你也拿到了同款种花大礼包。现在没有拿号的朋友，你还有一整晚的机会赢得大奖。现在拿起手机下载小芒 APP， 赶紧抽取号码，锁定我们的晚会现场，还有第二轮的。小福星的大奖抽奖环节，所以各位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同时再次恭喜我们第一位小福星，也谢谢芬姐，谢谢，恭喜您，辛苦您。那接下来没有拿到的朋友千万不要灰心，接下来我们有两位姐妹花组局带大家逛公园抢红包，让我们有请 Twins 的姐妹红包局。耶！星落在地面，七彩闪烁世界，游乐园夜色像卡片，旋转木马带我们在飞，我的手让你牵，爱情原来是最像浓咖啡杯，摩天轮里面独处的时间，我心情有可谁都了解，背包的左边飘跟的背面，趁你不注意偷偷写下心愿，祈祷今夜天空星星不熄灭，在心里约定陪你到永远，抬头看一遍星星
财神到，财神到，空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往前已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合府庆新岁，喜喜盈盈，齐贺你多福荫，壮健强劲。又祝你今年庆和荣升，朝晚多多欢笑，感受前程。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稳占意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迎春花，人人都爱她。好一朵迎春花，迎来大地放光华。好一朵迎春花，花开每一家。好一朵迎春花，茂盛艳丽春色雅。欢迎回来，我们小芒现在的新潮年货真的是太多了。小喜，我有个问题了，那选择困难症究竟该怎么办呢？根本不用担心，因为这一次的小芒年货节特别为大家准备了定制的限量新年大礼包，所有你想买的新潮年货在这里超高性价比，一次性购齐哦，真的是非常的划算。而且啊，礼包的组合买比单买要更加的划算哦，让你轻松应对春节期间的各种聚会场合。哎，但是说到聚会的场合啊，这里我就要考一下萱萱了啊。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场合是，当你春节期间遇到多年没见的同学聚会，你应该跟他交流什么？我觉得你这是问对人了，这我在行啊，很有经验。那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话题度最高的就是养生啦。哎，确实是，是的。我跟小姐妹平时出去都约个养生局，一起泡泡脚呢，氛围感一下就拉近了嘛。是，再加上我们这个冬日的温暖的围脖一戴上，身心一下子舒缓了之后，话题度自然也是源源不断。所以各位，我们小芒的冬日暖宝宝，你值得。得拥有，说的我现在就想下单了，是吧？啊，嗯，哎，说到这儿，我也有个问题要考一下小喜你了，开始 battle 了是吗？主要对，主要是一个问题困扰我多年啊。怎么？就是春节回到家里，被长辈围攻问候的时候，你有什么办法？这个其实很简单，尬住的时候，买点好吃的就行了，对吧？俗话说得好，有道理，瓜子嗑得香，气氛不再僵，坚果一到手，好运跟我走，撕开这一包猪肉脯，大把红包随你数。你知道，再加上咱们的虎爪曲奇和糖果啊，有了我们这个五虎临门的礼包啊，简单的来说，就是如果在重庆，你那种就是属于所有的叔叔娘娘都觉得，哎呀，幺儿来买得太好了，相当厉害，嗯，真是。所以这个五虎临门礼包一定可以买回去，是的，带回家，值得拥有，是的。说到这里啊，刚刚还说到了，你看我们说到了同学聚会，对不对？说到了养生，接下来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们俩应该有话题聊，叫什么话题？闺蜜聚会局。在这种局上，你一般会带上什么东西给你的好闺蜜啊？我觉得在这个局上，首先我一定要精致出场。哎，我脸上的，对，我脸上的妆必须非常服帖，就像今天这样非常服帖精致。那想要拥有这样的一个妆面，就离不开我们小芒女孩的美妆工具大礼包了，这里面有很多宝藏，
你听好了，有一个叫做底妆打印机美妆蛋，是不是听起来就很服帖？好高级的样子，底妆打印机。对，那必须的。我们还有一秒柔焦粉扑，还有绝绝子化妆刷。哇，一定能够在姐妹聚会里闪亮登场。必须的。现在，不仅如此，这个还很实惠，主要是，你用了这些之后呢，不断解锁了你妆容的这种服帖秘籍，同时你只要上小芒 APP 搜索“小芒女孩”，变美礼包领券后只要89元，而且单品呢全场也是9.99元起，真的赶快去抢购！现在申请要一个，你现在就给我买一个，我一会儿就下单送给我的好姐妹，好吧？这真的无论是自己用还是送给姐妹，都是很好的选择。是的，那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过年是合家欢嘛，那我们要回家里。带给家人什么东西比较好呢？那很简单了，比如说啊，送给爸爸的茶叶套装，送给妈妈的保养护肤品和及时的花椒，送给弟弟妹妹们的礼物也不能少啊，对不对？比如说可爱的保温壶，我们可以人手一个。当然啦，在现在呢，也要保障全家出行的安全，备上口罩，咱们安心过年。这套全家健康平安礼包很合适送给全家人哦，花式礼包大组合，小芒 APP 满足你的不同需求，祝所有的种花青年们都能够合家欢乐。是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去的是由海泉哥和小白组的夸夸局，他们啊准备了一肚子的甜言蜜语要送给大家，接下来请欣赏无与伦比的美丽，有请。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你若担心你不能飞，你有我的蝴蝶。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
正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我若担心我不能飞，我有你的草原。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赵文卓、刘聪、胡海泉。谢谢聪哥，谢谢三位。卓哥您稍事留步来我身旁。哎呀，谢谢卓哥，在这儿也祝您腊八节快乐，祝您小年腊八节新年所有都快乐，全拜了给大家。哎呀，欢迎卓哥，因为听说卓哥今天来不光是要给大家来准备了刚刚精彩的表演，对，还为各位特别准备了一套特殊的新年期间可以在家练一练的拳法。是不是这个动作叫开合手，
那顾名思义，一开一合，配合今天配合五个呼吸吧。嗯，那么这个我先介绍一下它的功能啊。好，因为现在这个大家工作呢非常的繁忙，有的时候呢非常紧张，非常累。那么呢，花个一两分钟做一下开合手，能迅速的让自己静下来。没问题。好，那接下来现场的各位，咱们跟着卓哥一起学起来，好不好？好，来做好准备，扎马步啊！好，你帮我拿，来，我帮你拿着。双脚与肩通宽，然后两手抱球，松静自然。吸气的时候开合，呼气的时候合，来开，吸气，呼，吸气，两个，呼，可以睁眼睛，可以闭眼睛，再来三个。四个，可以坐着练，可以站着练，躺着练也可以。最后一个，五个，最后收，就是这样。哦、好，看上去很简单，但是呢，要静下心来，慢慢的去练习。对，它主要是一个深呼吸，然后跟肢体配合好了，它自然而然会达到一个非常静的一个状态。受教了，而且我刚刚突然发现。你们看到刚刚那个动作和我们背后的芒果仔的动作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原来我们芒果仔的动作就是要告诉各位，抛开烦恼，去拥抱所有的美好。那过新年了，和我们的卓哥一起，和芒果仔一起解锁这个新年新姿势，新年居家走亲访友必备良招，这套开合手在家里呢和亲人朋友们一起练起来。谢谢卓哥，谢谢您，谢谢，稍事休息，谢谢大家，谢谢。好，刚刚我们一直在说学会了开合手，学会了如何养生，那下面又要到我们的种花时刻了。这一轮的种花时刻就是要介绍两款的好物，在春节期间如何让大家悄悄的变美。哇，真的唱得太生动了，听到这个歌词啊，这不就是我们精致女孩春节出街的必修课吗？我跟你说，萱萱完全唱到了我的心里，毕竟过年回家哪个女孩不想要自己美美的呢，对吧？那是必须的。那我觉得我们要美美的也有一个必需品，那就是我们的皮肤状态一定要好。是的，对对，在这里推荐给两位，也推荐给屏幕前的您，我们林清轩的润肤油，山茶花润肤油，来大家看一下，好精致的瓶身哦，连盖子都是特别 bling bling 的。那来试一下吧，洗洗有没有什么必须要推荐它的理由？它看起来就好高级，好好用的样子。那必须的，它好用是有原因的，你先尝试一下啊。给你介绍一下，这里面的山茶花选用的都是海拔800米以上的高山红山茶花，运用了精细的萃取工艺，提取活性修复成分，有效的修复我们皮肤屏障问题。只要您坚持使用6周，就可以看到改变的力量。哎，怎么样？虽然它是润肤油啊，但是你看我上手之后，我觉得没有很黏腻的感觉，流动性特别强，是吧？而且你看味道也很清新，有一种淡淡的花香，你们嘞？真的，我站在这儿都能闻到，感觉甜过初恋。传播那么远啊！哎，真的，这个肤感好细腻哦。哎，是的，哎，喜喜，虽然我不太懂啊，但是这么好的保养品，价格应该不便宜吧？哎，是这样的，其实价格呢，我觉得是品质的另外一种呈现的形式。比如说我们的这一款林清轩的山茶花润肤油，平常在任何的渠道，官方的价格都是357一瓶。而且都是畅销的爆品哦，但是今天在我们的小芒 APP 买小芒独售款的山茶花油，立减158，到手价199，199太实惠了。等一下，同时还没有结束哦，不仅如此，而且再加赠一瓶林清轩的山茶花柔肤水，这个力度真的很炸，姐妹们，这一波的福利车如果赶不上的话，下一次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赶紧抢。是的，大家赶紧上车吧。那今晚呢，除了护肤品之外啊，小芒还要为大家推荐一款素士复古按摩的电吹风套装，好好看啊。其实有很多人认识素士呢，是因为他们家的电动牙刷，对不对？但除了电动牙刷之外，其实他们家的电吹风也是非常厉害的。没错，素士这个电吹风真的是得到了行业内专业的一个认可的，而且它不但是我们真真正正的国货，它一定有一个亮点嘛，就是它真的很懂年轻人的心。为什么这么说？它不是一款普通的吹风机，它还可以是一款头
头皮按摩器，是这个头皮按摩器的这个头，对不对？是的，这就是一个按摩触头。来，磊磊，你可以试一下。真的便宜你了，今天要不是因为我们俩做了造型的话，今天我们俩就试了。是的，我们今天在这又吃又按摩的，是吧？舒服吗？哎，我虽然没有打开这个按摩的这个按钮，但是光是这个触头在我的头皮上，我都感觉自己做了一个 SPA， 是吧？就是真的能够在给我们吹头发的时候保养皮肤，给我们的头皮做一个 SPA， 非常的舒服。没错，也非常适合在工作之余呢给自己放松放松。那今天呢，在小芒 APP 上面下单我们这款商品呢，还会赠送您一份118元的美发大礼包。今年过年送心意，就送速式按摩吹风机。是的，哎，又来了。小芒，我听到了一些什么？今晚有什么是我们不能忘的？大家还记得吗？有你一定不能忘的，上小芒领红包！哇，各位，赶紧抢起来，抢起来了！红包已经来了，各位，打开手机，打开小芒 APP， 赶紧抢起来！没错，今晚每个小时呢，只要您打开小芒 APP， 都可以100%获得新年红包。那里面不仅有我们今年的这个年货好货的5折券帮您省更多，还有人人可拿的年货大礼，像五菱宏光、华为手机、华为平板电脑和芒果 TV 的会员卡。快上小芒，把你的年货领回家吧！赶紧包抢起来，抓紧时间。那如果您想要越变越美，也不要忘记上小芒领取我们的小芒女孩礼包，美妆单品全年超值低价，让你不再害怕任何聚会，时时刻刻都能自信闪光。我想回答一下，的确我们都会唱。是的，在这里呢也要祝所有的种花青年年少有为，只进不退，实现美梦，收藏珍贵。哎呦，李莎，咱们这口才不得了。哎，没有，我刚刚都是从那个歌词里提炼出来的。我就说怎么听着总是有一丝丝耳熟。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的种花青年都在努力的追梦，努力的奔跑，也希望大家呢在奔跑的过程中千万别忘了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因为有很多人会关心你飞得高不高，也会有很多爱你的人关心你飞得累不累。是的，就像我们小芒也在时刻关心着各位。小芒给你推荐为爱升级黑多一点的老金魔方二代无糖黑芝麻丸，百年传承手艺，天然无添加，用料足，还是无糖的。上小芒券后2盒32元，一起获得美味黑营养。只有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照顾好自己，但是照顾好自己的方式有很多很多。我觉得还要听爸爸妈妈的话，早睡早起身体好。是的，睡得好很重要。就比如说刚刚我们在那个种花小福星的环节，我们送给他的那个梦洁软嘟嘟抱枕，那个入梦洁嘟嘟枕呢，它就睡上去非常的舒服。只有高品质的家居用品才能给我们高品质的家居生活。哎呀，你还挺懂养生的嘛。是的，你要全方位的照顾到吃好喝好，才能够生活得更好。还有吗？没有了，没有了。那这样，我觉得我们得赶紧下去喝两杯热水，提提神，养养生。我说没有的意思，就是在上班的不要这么着急聊天嘛。不是，你得养精蓄锐，因为还得参加下一场派对。是的，让我们有请沈梦辰、李斯丹妮、王菲菲。有请。
捉住你的心跳，不论向前或后退。谢谢姐姐们的精彩派对，谢谢哇！今天太棒了，因为不仅参与了姐姐们的派对，还收获了姐姐们的同款美妆精致的秘诀。你既然发现秘诀，就快点分享出来，好好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今天小芒呢，就为大家准备了两款能在过年期间保持妆容的美妆年货。首先呢，是这一款姿色的多效修颜隔离霜，它有三种颜色，是专门来针对泛红啊、暗黄的皮肤的。那上脸的效果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水润 Q 弹。今天上我们的小芒 APP 券后是39.9元买一得四，还有我们的谷雨氨基酸洁面原液。那这一款洁面原液真的是一款洁面黑科技了，因为呢它是由品牌科学家的研发保证的，真正做到了高效清洁、温和无刺激。那今天晚上上我们的小芒 APP 券后两瓶更划算，同样也是有买有送。现在上小芒 APP 即刻下单，美丽好物马上拥有。但千万别忘了，每小时我们都会有一场红包雨送到，只需要你动动手指就会有奖。刚刚我的同事告诉我说，已经有朋友抽到了50红光了，恭喜，太好了。哎，等什么，抓紧时间参与进来。今晚的小芒年货节不仅有惊喜好物，更有惊喜舞台。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奇幻的干冰瀑布，让我们有请言承旭。有请。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我的眼睛如何融化。如果你看见我的话，请转过身去再惊讶，乘风如海吧。我从没有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也没有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晚星就像你的眼睛，你什么都没有说，夜风惊扰我，三千里偶然见过你，花园里有群翩舞起。像你的眼睛。
说，夜风惊扰我，这是你惹怒了生命，让你去还那么年轻，都怪你脸上冷冰冰，在一个人的漠河无题。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我的眼睛如何融化。如果你看见我的话，请转过身去再惊讶，我怕我的眼泪，我的白发像羞耻的笑话。的信念忽然倒塌，真实的话语没话，广播里的声音嘶哑，如果真有这天的话，你会不会奔向我晨风如海吧，晨风如海吧。谢谢言承旭用一首歌的时间带我们走进了一个人的世界。其实有人会说啊，长大呢就是学会和自己相处。在这里呢，也希望所有的种花青年既能够拥抱人潮汹涌的热烈，也能够拥有属于自己一个人的精致。这个春节，不管您是就地过年还是回家团圆，都能遇见属于您的美满和欢乐。当然，我们为了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陪伴和快乐，芒果 TV 会员年卡限时五折，最后一天，一整年大剧热综精彩看不停，立刻前往芒果 TV APP 会员频道或者小芒商城搜索会员卡抢购，来芒果 TV 看剧看综艺，上小芒 APP 买年货，领千元省千元，芒果家人会一直在您身边。小新，你这个家人说得太好了，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的小芒 APP 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购物平台，它对我来说呢，更像是一个温暖的家，因为打开家门，我所需要的它都有。就因为家里什么都有，我总想宅在家里面。而接下来要为各位介绍的两款年货，就要告诉大家如何在春节期间高质量的宅在家。让我们掌声有请福龙飞，有请。快迷你话你知，金虎喺手入边照顾佢好 BB， 呢首歌仔系咪觉得好有意思？咁跟住落嚟正式开始话你知。其实家里带有一点可爱，买了些东西有趣有创意，春节在家里生活美美的，快乐新春就想陪你。在家装饰一副很惬意很自在的样子，过年才有点时间让我放松一小下子，你可是我的全世界，居家毫无一应俱全，这下子可以依赖在你身边。
谢谢谢谢布隆飞，好温暖的一首歌啊！真的，这首歌里完全唱出了我觉得春节宅家的那种舒适感，对吧？是的，真的，因为小芒给我们带来了太多太多的好货。真的，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我已经下单了，不知道屏幕前的您下单了没有？刚刚啊，小芒女孩的这个美妆礼盒，我已经给我的姐妹安排上了，安排，是的，没有安排上、哦。没错，刚刚还有那个头皮按摩仪，真的，我刚听蕾蕾介绍，我的兄弟们也已经下单了，是吧？是的，对我心动了，给我的父母也安排上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我们小芒上面的好货真的不怕比价，买的就是一个安心，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放心选购。那这个环节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春节宅家的国货好物。是的，如何高质量的宅家？其实在家里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舒服自在，对不对？那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宅家的舒服自在秘籍，那就是我们的全棉时代。你看哦，哎，对，蕾蕾抽下来了，试一下。是的，值得一提的是，全棉时代的棉柔巾用的是100%的天然优质棉花。蕾蕾可以扯一下，你用力扯，用力扯，对你用力扯试试。我觉得它真的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天生柔软，但是又有韧性，是不是？手感非常舒服，而且呢韧性很足。当然了，今天我们的价格也很舒服哦。平时4包是69.9元，但是今天来到小芒 APP 券后，8包到手价才39.8元，这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平常说加量不加价，对不对？今天不仅给你加量，而且还给你减价，是的，真的很值得一囤啊！当然了，还有姐妹们的安心伙伴奈斯公主，6包只要29元，赶紧抢起来吧！真的，赶紧抢起来！这些都是我们其实日常要用到的东西，大家真的不怕多，可以囤起来。是，那我们全棉时代真的不仅如此，它的母公司我们这个稳健医疗在疫情期间呢，还为大家联名小芒女孩推出了一款玻尿酸护肤口罩，来看一下，特别有趣。是的，它又能抑菌又能护肤，堪称行走的面膜。而且像我们平时爱化妆的女孩子，对不对？出门戴口罩就怕花妆很容易护在脸上，但是它完全不用有这样子的担心，真的戴一天妆都不会花，真的，今天的种花就是要种到各位的心坎里、心尖尖上，绝对是细节满满。是的，说到宅家呀，最重要的还是家，对不对？那今天呢，小芒也为大家挖掘了一个宝藏品牌，就是我们的名创优品。那名创优品呢，不仅质量好，而且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比如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名创优品5星级酒店的联名香薰，那它的配方呢，都是从这个自然的花草根茎当中去萃取出来的，所以味道自然非常的清晰。来，我们闻一下，轩轩和喜喜都可以闻一闻，感觉怎么样？哎，我用最近一个很流行的词来形容这个香气，它很高级耶。就是那种很淡雅的感觉，对吧？是的，不愧是5星级酒店的联名。我觉得名创优品真的太会了，有了它在家里就能够感受到宅家的香气美学。总之我真香了，一会儿我就要下单它，这就真香了。对呀、啊，我跟你讲，更香的还在后面。哦，还有什么？更香的是什么？是价格。你像平常香薰啊，今天的限时抢购价是29.9元，而且像刚刚大家看到的这样的一个香薰，其实摆在家里可以用大概90天左右，性价比超级高。当然了，除此之外呢，还能买到更多在名创优品的一些联名的 IP 好物，比如说我们会有文化联名的蒸汽眼罩啦，包括还有国潮的考古盲盒啦等等，全场低至9.9元。我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名创优品啊，就像是一个大宝库一样，常来常新，可以收获到非常多的宅家好物，让我们的宅家生活更加有趣。没错，说到有趣啊，那今晚还有一件更有趣的事情，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吗？上小芒领红包，大家赶紧领起来！今晚每个小时呢都能够遇见一场红包雨，只要动动手指点一点，就能够100%获得你的新年红包了。那里面不仅有我们新年好物的5折券帮你省更多，而且呀、啊、还有人人可拿的年货奖品。50红光华为手机、华为平板电脑、芒果 TV 会员卡，只要点一点手指，通通属于你。赶紧领红包吧！
是的，大家真的抓紧时间赶紧抢起来，因为我们每一个产品都非常的实惠。像我刚刚提到这个玻尿酸口罩，因为今天是我们小芒的首发，只要19.9元，真的赶紧囤起来，我要给我的姐妹人手一盒，是吧？所以大家真的赶紧囤起来。那我们福利非常多啊，非常超值。那同时我们晚会精彩也继续，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一会儿见，赶紧下单吧。新潮年货人人领，千元福利送不停。小芒 APP 提醒您下节出场的种花嘉宾有：齐思钧、李莎明子、高瀚宇、白举纲、马轩、崔磊、冯曦、布瑞奇、张静、蔡少芬、张韶涵、张琪、李宇春。小芒年货节种花伙伴金牛座的秘密，美味牛肉，发现不同可能。小芒年货节种花伙伴林清轩，东方山茶花修护新传奇。小芒年货节种花伙伴名创优品，点亮全球99国美好生活。小芒年货节特别献映小芒 APP， 新潮年货人人领，千元福利送不停。小芒 APP， 小芒年货节，下节更精彩。小芒年货节好物清单有：姿色、国货美妆、天生出色。小芒年货节好物清单有：张玉龙玉，品过世界，更爱中国。小芒年货节好物清单有：硬趣，为你与众不同。小芒年货节好物清单有：特美银杯，特美银杯，盈盈好茶。小芒 APP， 小芒年货节，现在继续。在看我，还在看我，怎么一直在看我？
再看我，我就把你喝掉。各位是不是 DNA 都动了？真的，满满的童年回忆啊！是。哎，喜喜啊，我记得我小时候过年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收到旺旺大礼包了。是的，我小的时候也特别期待，如果有人能够给我送旺旺大礼包，而且啊，那个时候的旺旺大礼包里面会有好多旺仔的贴纸，我会非常开心的把它贴在我的书包和文具盒上，然后带到班级里去炫耀，感觉自己就是旺仔粉仔。那今天我们看到了旺旺从贴纸上变成了真人，我刚才真的非常的羡慕 Bridge 老师可以和旺旺一起跳舞。那他们呢现在也已经去到了我们的小芒直播间，继续给大家送福利了，欢迎大家去小芒直播间和他们互动。是的，今晚呢旺旺还特意为小芒的年货节带来了一款旺旺种花款大礼包，你看就在我的身边，你看这个巨型的旺旺种花款礼包啊，有一组小芒特别为虎年设计的祝福贴纸，上面还有我们本次小芒年货节的吉祥物小醒狮，超级可爱，是小芒想要把新春的祝福一起送给大家。而且啊，大家还可以特别关注这个种花明信片，它可是我们今天晚上小芒年货节的一个小小的彩蛋哦。是在这个礼包上面吗？是的，在这个明信片的侧页里面藏了一个小小的种花种子。是可以种的那种吗？没错，那种下它呢就是种下了美好，种下了希望，新年所有的寓意和心意都在这里面了。那今年过年啊，带着旺旺种花款回家，新年一定会福虎天旺，你就是新年最亮的仔。是，今天上小芒 APP 购物满三单，实付金额满999元就可以获得一份旺旺种花大礼包，限量1500份哦，先到先得，送完就没有喽。还在等什么？赶紧抢起来！是的，而且小芒呢还有旺旺其他的各种年货都是超低价，快来小芒买旺旺！当然我们平常也说到今天是腊八节嘛，过了腊八就是年。是的，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间，今天我们和旺旺一起来给大家送祝福啦。首先我们要送出的是祝大家在来年人旺气旺身体旺财旺福旺运到旺，横批旺上加旺，希望大家都可以和旺旺一起在新的一年一起拥抱你身边最爱的人。啊！这回这真……我回来了！唱什么？你吓我一跳！咦？怎么了？你不认得我啊？我是你的女儿。回来了吧？不告诉我哈，激动吗？你俩一伙儿的。好的。妈呀！哎呦！哎呦！哎呦！我过神儿哟，你咋不早点给我说？哎呀，你三口吧，你三口吧。妈死了！
曾经很想知道，同样的话要说多少次才好，那些再三强调的唠叨，长大了才知道是不是需要。歌颂这种平凡，一两句唱不完，恩重如山，听起来不自然。回头去看，这是说了谢谢反而才亏欠的情感。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爸爸妈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爸爸妈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谢谢谢谢静哥，谢谢汉语，非常温馨的一首歌，让人听上去之后想到了一家团聚的场景。但是他们今天我们常说一家三口吗？怎么少一位呢？我跟你说啊，这不就已经在路上来了吗？您看好了，这一大家子的过年故事啊，可谓是一出好戏。全部把一言一行一步一段传奇走天下，我不是来当英雄的，我是来揍你的。一拳一掌一招一式一身正气，全部把一言一行一步一言一段传奇走天下，我不是来当英雄的，我是来揍你的。我只想做一个低调的习武之人，你可能误解了低调在欺人太甚，我悟的是为人，所以要低调的教你去做人。我练武为传承，为守护重要的人，五千年的武魂不刷痕，气论乾坤，若犯我的自尊与永存，教你尊重是什么。大伙都来了，千年的古不碎，背负背负背负看，这拳脚的演出我用功夫功夫功夫让全世界都对我喊着师父师父师父，来个师父师父师父。拳风阑珊珊，我越推发现场和日益的痛苦功夫，跨出重阳开枝散叶，名扬世界，连拳会听遍，惹我的人站对面，看我口型狠， I'm gonna beat you up。
我只想做一个地道的习武之人。你可能误解了，地道太欺人太深，我武的是为人，所以要地道的教你学做人。我练武为传承，为守护重要的人，不见脸的武魂，不耍狠，气吞乾坤，若犯我的子孙，一永春教你尊重是什么。一拳一掌一招一式，一身正气全不怕，一言一行一步一言一段传奇走天下。我不是来当英雄的，我是来揍你的。一拳一掌一招一式，一身正气全不怕，一言一行一步一言一段传奇走天下。我不是来当英雄的，我是来揍揍揍你的。在这里呢，要告诉大家，我们的芒果 TV 联合微博独家发起了“当你突然回家，爸妈的反应”征集活动。看到很多的朋友已经分享了，当他回家的时候，爸爸妈妈的可可爱爱的瞬间。欢迎大家登录微博分享你的欢乐。下面我们要和各位来分享大家的幸运了，马上要进入第二轮的种花福利时刻。在上一轮，芬姐真的为大家抢到了不少的福利，下面的第二轮还是老规矩，在线上只要在小芒 APP 参与了福星2022活动的用户，100%都能够拿到幸运号码，而你完成的任务越多，攒的号码就越多。是的，我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就跟上一轮是一模一样的。那现场呢，我们的观众朋友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号码牌，等会儿呢，我们的摄像机依然会找到一位幸运观众，成为我们本轮的种花小福星。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注意了，如果您在我们的小芒 APP 登录参与活动的时候抽到了跟这位现场观众一样的号码牌的话，就代表您中奖了。举个例子，比如说等会儿我们这位幸运的现场观众他是8号，那所有站内抽到8号的朋友，您也中奖了，获得一模我一样的幸运大礼包。那话不多说，抓紧时间找寻我们第二轮的幸运小福星在哪里，就是你。我们的摄像机要摇起来喽！3、2、1，开始，开始，来找到他。究竟谁又会那么幸运呢？是谁呢？果然看完第一轮之后，第二轮大家更加积极了。来，小希，你来选。来，3、2、1。就是你，停！没错，就是你！哇，是你吗？是你的笑了，欢迎你！哦，离我好近，这位帅哥，快快快快来到我们的身边，看看作为第二轮的种花小福星，他又能拿到怎样的福利？同时，我们要恭喜小芒 ID 张 KA198 的10位用户呢，在小芒种花心愿池的活动当中获得了心愿荧幕大奖。更多的活动惊喜呢，快到小芒社区前去探索。是的，恭喜你们，也要恭喜这位朋友和等会儿跟他一样号码牌的所有的电视机前的幸运观众。猜猜会是几号？现在肯定大家一直在等待着，希望是我，希望是我。是因为你完成的任务越多，手里的幸运号码越多。是的，说不定就有一个和他的号码正好是相同的。而且我看到了刚刚那位男生上台的时候，边跑边在撸起袖子，感觉要在30秒的时间之内大干一场。当然，究竟一会儿他的搭档又是谁，又很好奇。两位一定要配合得很好，来，欢迎，快快快快，哎呦，哇，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嗓子都喊哑了 ，Hello， 嗓子喊哑了，我真的费了好大力气喊，喊到的。来 ，Hello，Hello， 我叫小鹏，然后来自湖南长沙，是个长沙阿子。恭喜我们的长沙阿子。来，接下来小鹏分享一下你的幸运和你的激动，告诉大家幸运数字是多少？我的是236号，236号。好的，恭喜我们在小芒上抽取了参与了福星2022活动，抽到236号的所有用户们组局成功，拿到我们的种花福利。而这一轮究竟我们的种花福利官是谁呢？有请毛不易。有请。哇，他们也要组局成功了。来，欢迎毛毛。这对搭档收获如何呢？欢迎。哎，你好，你好，哎呀，恭喜你，恭喜你！怎么样，有没有信心啊？有，我看到他我就很有了，就是感觉他自己就应该能爆不少，对不对？对，很能拿的感觉。
好，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呢，就在我们旁边的这个小芒年货街呢，摆上了各种各样小芒 APP 上的新潮年货，华为手机、六福虎年、金条、小米电视、扫地机器人等等等等。同样的规矩，30秒的时间，你来抢，他来帮你拿，你们两个互相合作，好吧？可以可以可以，加油！好，加油！加油，看你们的啦，来，做好准备吧。就位。刚刚他小鹏很有信心，说是不是？说我感觉我能比上轮拿了还要多。哦，这一轮也有好多好多的精彩年货，都是我想要的。你看小鹏，他边走过去的时候，他边在挑。他们的步伐非常的坚定。好，两位准备好了吗？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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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一出发，拿你就加油！30秒的时间，你怎么抢了一个毛毛出来？拿方的，不要拿圆的，圆的掉。这是，哇！我发现大家都喜欢。我觉得时间还充裕。毛毛和小鹏一句话不说，那个，两眼那个大，直直的盯着我们小芒 APP 上各种新潮年货。想要拿到同款的新潮年货，小芒 APP 上应有尽有。最后的一秒钟，时间到，你们也正好回到我们身边。哇，稳稳的呀，我只能说真的好稳。毛毛，来看一下。不动了，我跟你说。来，我们先放下，然后给大家来看看都有哪些好东西哦。哇，他们这个可不只是双份双份的拿，这都是这四份四份的拿，厉害了啊！我们一般管这个叫批发。今天是来进货的。对对对，还是先打开盒子，因为他上轮有经验了，知道盒子里面东西很多，对不对？来看一看里面都有什么。哦，这个特美克杯子，这个是和敦煌博物馆的联名款，日常的时候携带它喝茶非常的方便，是个非常好的日常用的保温杯。是的哈，看起来很棒。是的，有好多好多，哇，也是手机。你看有手机，有电视，有小米电视，太多的东西，这些都是属于你的小芒种花福利包。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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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先放到一旁。感觉如何？满意吗？哎，小鹏，你别走，你别走，你也回来。我觉得还行了，不能太贪心。还行，已经很快乐了。那这些礼物，我们所有的应该是236号的幸运观众也能获得，恭喜你们！恭喜！同时在这里提醒各位，现在还没有拿号的朋友们，小芒 APP 线上抽奖活动将会持续到今晚的12点，也就是说各位还有时间，现在拿起手机下载小芒 APP， 赶紧抽取号码吧。便能到达梦的终点，正如此向前，属于我，属于我蔚蓝的天。品尝悲伤的滋味，不曾真的理解，品尝过往的苦涩，也不停探索此刻，能不能让我起身？牺牲与这心跳一同高昂，抬头仰望广阔天空，土地辽阔，展翅高飞之间。I'm sorry.
是勇敢的，你额头的伤口，你的不同，你犯的错，都不必隐藏。你破旧的玩偶，你的面具，你的自我。他们说有带着光，幸福没头怪兽。他们说要封好你的伤，没有人爱小丑。为何孤独不可光荣？人只有不完美，值得歌颂。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去吧，飞吧，就褴褛的披风，战吧，战吧，你最卑微的梦，只让黑夜中的午夜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去吧，背吧，这褴褛的披风，战吧，战吧，你最卑微的梦，只那黑夜中的午夜与怒吼。谁说站在光人人领，千元福利送不停。小芒 APP 提醒您，下节出场的种花嘉宾有：齐思钧、李莎明子、马轩、崔磊、冯曦、李宇春。小芒年货节种花伙伴：全棉时代，舒服自在。全棉时代，小芒年货节种花伙伴：素士，让吹发如做头皮按摩。小芒年货节特别献映小芒 APP， 新潮年货人人领，千元福利送不停。小芒 APP， 小芒年货节，下节更精彩。小芒 APP， 小芒年货节，现在继续。新潮年货人人领，千元福利送不停。欢迎大家回到由小芒 APP 特别献映的小芒年货节的现场。欢迎大家，我们的小芒呢为大家准备了很多有料又有梗的超值礼包，欢迎大家登录我们的小芒 APP， 遇见属于你的新潮年货礼包。我们的活动会一直持续到1月15号，而现在各位要迎接的是我们10点最后一轮的红包雨。对的，在今天晚会的整个过程当中，已经有70万的朋友领到了我们的新年红包，而接下来下一个大奖的得主很有可能就是你。
是的，希望就是你。那接下来呢，又有一位老朋友回来了，来给我们送年货、送祝福，而且他还是跳着舞来的。他还是在唐人街跳舞，让我们掌声有请李宇春带来《唐人街跳舞》。就是年，在今晚过后，各位都可以热热闹闹的置办年货了。在这里给各位敲重点，小芒年货节会一直持续到1月15号，每天都会上新各种新潮年货，只要你领取了千元券，券后安心购，好价不怕逼。没错，那在晚会的最后呢，小芒携7位种花伙伴给大家带来了新年祝福。种花伙伴旺旺集团祝大家福虎天旺，旺上加旺。种花伙伴虎头局扎达丙行祝大家虎年配上虎头局，新年一路走虎运。种花伙伴金牛座的秘密祝大家吃美味牛肉，做高质量干饭人。种花伙伴名创优品祝大家为美好生活如虎添翼。种花伙伴全棉时代祝大家100%全棉，100%新一年。种花伙伴林清轩祝大家美如山茶花，人见人都夸。
种花伙伴素氏祝大家新年干净有型，美好从头开始。是的，谢谢以上七位种花伙伴对我们小芒年货节以及我们晚会互动游戏环节的大力支持。买新潮年货上小芒，小芒为您推荐的年货更懂中国年。同时也要感谢种花好物谷雨、老金魔方、梦洁特美迎杯、应趣张裕龙玉葡萄酒和姿色对小芒红包雨的支持。谢谢，新年伊始，小芒愿意陪伴每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种花青年一同前行，一起为国货加油。那也许同行的你跟我们一样还有出行时的徘徊，仍有少年时的稚气，但我们很高兴前行的路上一路有你为伴，青春的时刻我们理所当然。是的，青春当然不负勇往。作为每一个种花青年，我们所推荐的每一个国货以及选择每一个国货背后的你，都有着一个有情有义的中国故事。也正是因为有着这些中国故事，才让来年的我们更加有动力奋发向上成长。不管我们走了多远，我们的初心永不会变，我们会让这些幸福的生活在我们的努力之下熠熠生辉。那最后再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宣言，上小芒发现新潮国货。谢谢大家，下一个小芒年货节我们不见不散。谢谢，谢谢各位，再见。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下一个小芒年货节不见不散，拜拜拜拜拜拜，提前给各位拜年了，谢谢大家，谢谢。